国美丽的海南岛，有一个美丽的地方。这里有美，有艺术，有休闲，唯独没有压力。闭上眼睛，想象一下，到处充满树木清香的清新空气，偶尔听到清脆的鸟声。南国明珠，三亚珠江南田温泉度假区。温泉就像从大地中生长出来的生物，保持着一贯的热情与清新，置身其中，让生命透过每一个细微的毛孔尽情地舒张。三亚的热带丛林深处，温泉是这里宝藏之中的宝藏。珠江南田大多数温泉属于低温矿泉，偏硅酸、氟、氡三种有益元素的含量恰到好处，温泉的医疗价值不亚于世界上任何著名的温泉，被誉为神州第一泉。享受的方式有很多种，有景观的泳池式、原始风味的木桶池、按摩池、冰池，对，冰池。绿色不只是用来看的，更可以用来享受。在吊篮中仰望树梢摇曳，在池边静听树叶耳语，来一个刚从树上砍下的青椰子，吮吸那清甜透心的果汁，谁还会去想神仙过的是什么日子？瑜伽，对，试试练一下瑜伽。哦，太奥妙了，以致不容易领会，会有专业的技师从旁指导的。珠江南田的设计是追求一步一景，而景色由你自己去发掘。内敛是东方的特色，让你从中发现自己的艺术天赋。在碧野丛林，人和树一样挺拔地呼吸着，感受旁人所无法体会的满足。古法 SPA、 丛林 SPA、 东方手法按摩、手法药物，肯定和你见过的不一样。把花铺在冷油层的玻璃板上，加入橘皮、大茴和丁香，浪漫情调包在浸油的亚麻布里，吐尽芬芳。远处一排排的棕榈迎风起舞，空气中茉莉花香弥漫，按摩师的神奇纸上功夫令人周身舒畅，安抚着慵懒的四肢，让他们慢慢睡去。现代化的设施很有心思，舒适的同时保持自然的亚热带情调。食物考究和新鲜，你会发现美景是最好的调味料。星光下的晚餐如梦如幻，小提琴音乐交织着异域风格，芬芳的美酒香飘四溢，夜渐浓，心却醉了。蓊郁苍翠的林间山路不经意流露出一种清丽静谧气质，阳光映照入室，宽敞简洁的挑高室内设计与大面积轻玻璃的借景，与人无与伦比的舒适。原住民风貌的别墅，随意摆放的陶瓷木桩，充盈着一种大气却细腻的质感，给这栋现代酒店溢注了人文和自然的意涵。
国际标准的店中服务由珠江实业严格管理，处处让人感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。尽享自然的恩赐，琳琅的美食和体贴的服务，让清晨西暖的阳光把你从梦乡唤醒。如果你善于保留生命中最好的东西，珠江南田则为你保留了三亚最好的景致。带上最想看的一本书，或者最想一起的伴侣，就这样躺下，让身体焕然一新，那感觉的确完美。你需要一个使你头脑放松、心情愉快的假期，一个开启你心智、愉悦灵魂的假期。非常幸运，你知道这里了。珠江南田温泉，给你健康美丽。中国三亚珠江南田温泉度假区。